一个投手你要坚信，哪管自己投十个都没进，要一定要坚信自己第十一个会进。这很有道理。对，这个真的是，这布泽尔呢，就感觉他是一直没有适应这个 CBA 的比赛。嗯，从第一场开始到现在。寡粮掩护，再给亚布塞莱控卫，好球，自己还摆一 pose 啊，非常自信的小伙子。嗯，岁数差不多。对。哦，脚下，办这不是有意的，体犯规。那赵睿的这个犯规数啊，应该至少有五次了。不是我们熟悉的那支队伍。对，而且他投篮命中率很差。那么他的防守强度一上来的时候，有一个，哇！这个就七个三分，七个是一个进攻犯规。那么上线这个裁判可能就看着一个裁判有一个脚伸的嫌疑，嗯，角度。还加上来了，加的不彻底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！嘿，交代的清楚啊。对，减两分这等于。要的球员斯隆和叶莲的得分都还不错，但是其他的队友帮助太少了。哎呦，曾文鼎这把 DJ 都晃了，漂亮啊！